什么是礼尚往来？礼尚往来？什么是教学相长？教学相长？什么又是学以致用？学以致用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这么笨，这么懦弱。别难过，我们来想想办法。当初师父闭关的时候，有没有交代什么啊？师父，锦囊。一把刀，那要忍到什么时候啊？师父说过，动之无方，好气伤身，静之无法，魂不守舍。你千万不要小看我。悟不透，醒起来，差强人意。悟透了，醒起来，尽其所能。